是你的囝婿，就算讲伊是你的员工，领你的薪水，你也袂应该当作出气包。我确实有对伊动手，也毋过我只是咧教伊，互伊伫上短时间来了解食品业的美感，所以我会用非常的手段。讲啊，袂输真个共款。你张家良上敖的，就是甲乌的工作是白。就算你是刁兰文演员，你嘛会讲是为伊好。那安尼讲起来，你应该真感谢老总裁，将咱包互你好面是看过。我唔对，阮演员是因为子婷才争取到机会。啊，不过你家己想看卖，当初是你接近方文莲的时阵，你的条件比演员歹搁较济。你即马怕伊，顶些算家己吹亏。卖演员是冤家比，这对我来讲是上不了。这种演员知影家己的形势，我参像你，倒位出来都唔知。甲手话收当。你伤害演员，佮恶毒话我拢敢讲，有才来对付我，不得你对付我，那毋是头一届。你几落届来找我，叫我对手下留情。看在你的面子，我对严胜元已经真宽容啊。你现在在把什么丢掉？林芳的解释，伊无对演员动手，啊，不过我唔相信。伊伫给我看到严胜元，我只做一点仔解释。心嘛，严胜元今嘛那是囡仔，那要质量较歹，就是质量唔对。啊，不过严胜元拢大人大进啊，你敢有使遐尔烦恼伊？查甫人嘛。有时阵超代志超袂好势，拢会去甲动手，这嘛是一种无感情的方式，敢毋是？你敢有使遐尔毋甘？还是讲你甲你的演员都在找家己饲？你遮尔为何恁翁哦？也是恁家的规矩，就是爱冤家相拍，才能让感情变较好。无怪我听讲，你定来动手拍恁翁。那倒是讲，你的查某囝予伊翁婿拍，就莫找我这个大家头。好喏，迄无共款，查甫人拍查某人，这是两回事。是讲什么啦？你又不是严胜元亲生妈妈，你敢有说啥物代志拢替伊出头？还是讲，你是利用严胜元当个借口，想要偷偷甲家良见面？我若无，先做秘密，无人所在讲话。文玲，你莫安尼想啦。你把你的翁婿当作宝贝，啊，不过有一挂人把伊当作是笨手，而且是无法度回收迄种。伊了心肝内，就干那这种价值尔。干嘛呢？我哪会感觉你大概出现伫个遮人面头前，都是村旁的妖怪。方文玲，你干嘛去阮病院精神科挂号？你妄想症足严重个呢，逐工伫咧起痟。若是倒一工张家良离开你，嘛是你逼个。陈总啊，我话讲对啊，见小灯生气，你就是希望我甲家人能赶紧离婚，你真有法度食回头草？你要去倒位，我话要讲笑啦，讲啊啥？莫搁伫遮起痟。文玲，你完妆了？这医生抹一个药啊，遐尔凊彩，嘛唔知是毋是老爸，安尼毋是真歹看。哇！你胸这么浅啊，就算你卖管伊家己卖好，你偏偏要挂号看医生。就算讲伊有疤痕啊，你去做雷射美容手术就好啊，啊，唔是咩大代志啊。你若是搞我幼条，我敢会受伤？我跟你讲几多遍啊，迄个阵迄个角度，我根本就救袂着你啊。看你是毋是愿意幼尔？若是较早，你拼死也嘛会救我，就算幼袂好。我袂去咱爸的查某，
什么叫咱爸的查某啊？那时候关小坤在我边啊，我去扭到伊，那是本能反应。我再讲啊，那是你当初给人送的，你给伊徛无稳，你想咯，敢袂晓怪我？那么安尼啦，即摆过来啊，咱还原现场，我给伊送咯，我给你扭起来，安尼你想较欢喜？你若是卖偷偷跟伊讲话，就袂发生这款代志。我只是想要知影，你黄黄爷爷跟伊讲的是在讲啥？你起码是怪我骄傲任性，所以我宝刀应该死吼。你要我跟你解释几遍？是伊甲我找来，问我当初拍颜色员的代志，那有啥物黄爷爷？啊，搁有，伊是我外甥人，我啥物都袂负啊。那恁现在要跟伊烂掉？你要啥物都无简单？你来跟伊杀开，跟伊等来啊！结果嘞，你说跟伊烂掉，看我笑话先。你就是要安尼想，所以我来解释，你拢无想要听，别紧。我袂甲你冤，我让你，让你赢。卡斯有时间，你逼我离开你，这就是你造成的。张家良，三千控制才够，你这个搁爬落去，你就是拍我第三千块七十九的水杯。我已经尽量在走啊，我已经改变我的态度啊。你现在要怎逼我？你现在袂当好好跟我讲话，我下年失控都是你逼的。你这么失控，都参照瓜小棍所讲的，你应该去看精神科医师。真可笑，我不是精神科医师，我嘛无想要跟你牵你行，你自己好好冷静。陈大爷，你给我讲一遍，陈大爷，陈大爷，一定护林啊！一定护林，哎呦，一定护林，你嘛卖这样无讲情理对不？当地有医疗资源，我有土地，咱大家做伙来合作赚钱，你敢无好？参照你这种牵狗啊，我看真济啦。你今日一定要答案，我即马就甲你讲，就算你讲到烧声嘴巴，我嘛无可能甲你合作。我这款牵狗想安怎？你卖俩做伙拢你杀哦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哦。我。你可想过你去龙啊来啊？用拳头不会当解决代志啊？陈刚刚退啊，阿你的户口总算是搜出来吼。你这个油头土臭，矫情耍嘴啊！注意好无，好食无？你卖掠尊公，不要去是断伊的脚哦。小探听者，我土煞大个，伊在中部嘛是化水的叮当的。我若是有什么时间差，我遐囡仔绝对会放你耍。真歹势，这是北部啊！我的人情啊，甲你配一个嘴软，你都互淹死啊！阿大伯，你即马是想要安怎？我爱你，永远莫阁出现伫遮，甲我行路好唔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手心放开，我根本袂喘气啊！有安怎？这里，我给你机会啊！你真正不知好歹。我在讲是安怎？答辩我来找局长夫人，你就会出现了。局长夫人，礼拜呢吼，够咁吃顿咸的。你嘴巴放个清气。你做做你真敢真正惊心！卖阁拍我咧报警！我警告你，你卖阁出现啊！阮病院绝对袂跟你合作。你要创啥？你手受伤啊，敢毋免处理？无猜你是一间大病院。你都唔知康翠要外药啊，进几个新小童，药啊要挂伫棉花棒顶管，就来告康翠。这我当然知影，啊，不过我感觉你较介意我呢。早知影你处理康翠遐尼清采，拄好应该叫护理长来替我处理。来势，阮病院护理长真无闲，种小可代志我来着。这对你来讲是小可代志，也不过我是替你解围，我才受伤的，这都是你回报我的奉献。我在想，土沙离开之前讲的话，你会救我，
刚真正是为着长照养生村的代志。我唔对，我对养生村确实有想法。伊阿哥，你阿是主导人，真正主导人是王三河，伊是文林的前股长。我为伊下手，唔是够我方便。以我对伊了解，你无可能去做对你无好处的代志。张家良，你救我真正目的到底是啥？我敢袂当真单纯救你。你到底是安怎变来对待我？我唔知你讲啥物。我昏去的时阵，你炖鸡汤给我啉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因为我怕你死在我遐，我会真麻烦。那你是安怎讲？你为着我开始对圆圆较好，在餐厅外口，我甲方文玲刚在搏斗，你煞无顾方文玲出手救我，这又搁是为啥？头先为着长照养生村的代志，一直跟我勾勾缠，你煞一届搁一届出面替我解围，敢真正这么好？甚至为了这，我也家己受伤。是安怎？你到底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离我伤近啊！你唔通袂记的，我是害死恁翁的元首人。奶奶，你回答我，你是安怎袂用个真心回答我？一连个话颠倒讲，你才敢回答？你讲话啊！讲话啊！讲什么？讲要紧哩？安尼你满意啊？阿丽嘞？你对我什么感觉？每一间我有生命危险，你都再来救我。你声声顾武功，你是为了阻止严胜元犯罪。你敢真正怨我吗？还是你对我别个感觉？迄阵我伫水内面，我死去上好。你就当替你红仔报仇啊！就算我严胜元犯规，以你的能力，你嘛都保全伊。要不过你也是跳在水里面救我。我知道当年你因为方禁地人的代志，你对水是有阴影。要不过你甘愿不顾一切跳到水里面救我？你是为了严胜元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老船长啊，搁会行船？因为行船就好啊。两个囝哦，就坐游轮啦，较稳嘛，较好耍。原来是咧喊命啊！过去的我，伊若是爱我一分，我就爱伊一百分。如果廖尊讲我是过去迄个敢若为伊活的查某囡仔，过去你是啥物款呢？为了爱张家良，不管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的意思不是因为我跟张家良捌有过一段感情，我就把明辉放袂记哩。我系讲，遮个行为，我想到一个当替明辉报仇的机会啊。你敢是咧讲故事？讲故事？对啊，我上爱听人讲故事啊。你继续讲。妈，你伫看我，我讲袂出来啦。哦，我莫看吼。你即摆已经开始讲啊！我知影，圆圆跟在张家良身躯边，迄是为想要找机会替明辉报仇。啊，不过伊把张家良所有垃圾包拢学起来，我真足烦恼，伊会愈行愈偏，到时真正无法度救回来。真正是老人囡仔死，讲困就困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方法了。只有用我甲张家良配，不甲伊家破联盟，圆圆才有办法脱身。不管做啥物代志，我拢愿意。圆圆袂用的，因为伊是人家的孤囝。为了妈，为了明辉，我用我这条性命保护圆圆未来。你怎敢我生气就走出去啊？回来以后手骨受伤。你是去倒位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去吃草包药啊。我听子婷讲，伊在惠民医院看到你甲关小军，所以你是甲关小军去吃草豆腐啊。
我吃完以后去陪伊找子婷，才拄到关秀君，安尼用了未？我唔是要找你麻烦，我只是想要知影。Teddy 妈咪，你嘛在家啊？